你布置个商场噶？好明显啦，我冇谂过，原来你做埋呢啲嘢啫嘛。原来你有谂过我做啲咩噶？我冇特别谂过喎。讲个秘密你听啊，我第一次做咁大嘅商场咋，所以我唔食饭都要做好佢。你要几点起货啊？听日朝早要完噶啦。听日情人节咯，你咁晚都切噶？吓，原来11:30噶啦。哎呀，要走啦。佢真系有啲似玻璃鞋个 Cinderella， 要12:00翻去。咩玻璃鞋啊？你部手机啊？我嚟揾你系俾翻部手机你噶。拜拜。呢部手机新噶、哦，我两条电话声冇咗嘅，唔系我噶、哦。Move 网剧《爱情请按九字》第五集《日出商场》。我都不知道怎样解释，总之阿欣给了一部新手机我，冇可能要他部新手机的。我见班师傅还在吃饭，望下个大钟，应该还追到的，我就冲出去搭的士。我一直望着手表，究竟我追不追到阿欣呢？去到码头，我送船尾啊。假使不能公开妒忌，学习大方接受。同行时要殿后，谁冷落旧朋友？我知道我真系追唔到佢，唔知点解会咁失望嘅。我其实只系想追翻部手机啫，点解好似搞到真系想追阿欣咁呢？言谈越炽热，内在更冰冻。谁当初无心将两方撮合，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。我其实都唔识阿欣，点解会有啲咁奇怪嘅感觉呢？你点解会喺度嘅？我上唔到船咪喺度咯，你过嚟做咩啊？系，我过嚟做咩啊？啊系啊，呢部手机唔系我噶，唔系你嘅。哎呀 ，sorry 啊，我俾错咗我部新手机你啊。部新机你噶？嗯，我见你部机几好玩啊嘛，我咪出咗部咯。嗱，俾翻你啦。你啱啱出噶？出咗几日噶啦，不过仲未摸熟。我都估到啦。你点知啊？见你个脑点歌台一个 playlist 都冇就知啦。咩唔识啊？我未得闲入啫嘛。系咩？喂，你唔系要赶工嘅咩？系噶。咁你仲翻去？喂，咁你点啊？你唔系喺度等天光啊嘛？嗯，我都唔知啊。不如你过嚟啦。吓？你过嚟总好过你一个人喺度食风啊！咁行快啲啦，唔系冻亲啊 ！Alex 讲一句行快啲啦，唔系冻亲啊！我成个人都暖咗一暖。好耐好耐都冇人同我讲过呢啲说话啦。我跟 Alex 翻咗去嘅大商场度，有句古老嘅说话讲过，罗马并非一日建成，但系商场装置真系可以喺短短嘅一晚里面，由乜都冇而做到五颜六色、七彩缤纷。对一啲好似我咁冇情人嘅人嚟讲，其实都几唔开心噶。做咩粒声唔出啊？系咪觉得好神奇呢？几个钟头由零到依家，差唔多搞掂晒。我从来未见过呢个商场咁静噶。你好熟呢度嘅咩？几熟噶，成日都行嘅。真系？喂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！我估你未去过。去边啊？我行过晒噶啦。你
跟我嚟啦。善良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。你上过嚟呢层未啊？上过，不过我冇行过嚟呢边大玻璃，我多数都系行入边咋。咁咪即系唔熟咯？呢度可以睇到日出噶。系咩？但系今日天气麻麻地啫。望到噶，信我啦。嗱，你等十分钟到啦，就天光噶啦。我对睇日出好有经验噶。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睇日出，系好开心噶。吓？我系讲个事实咋，我唔系特别怀疑噶。哦，咁你以前有冇试过啊？唉，好耐之前咯，之后都冇乜机会揾到人陪我睇日出咯。梗系啦，个个好似你咁唔使瞓咩？咁你呢？我唔记得咯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头先啊，其实唔认得你噶。系咩？系啊。我同你喺卡拉 OK 度见过啫嘛，其实我唔多认得你噶。咁你一见到我又认得嘅？嗱，我冇特别意思噶，我发梦见过你。咁我冇对你做咩啊嘛？冇，你教我上网点歌入手机咯。你讲真噶？系啊，所以我咪出部新手机睇下你有冇教错我咯。你系咪讲真噶？你做乜咁大反应啊？咁你记唔记得我喺梦入面点教你啊？咪先上个网页 ，login 咗手机号码，然后入密码，之后揀想要嘅男女歌手组合大碟或者歌曲，揿 save 储存起个名，咁成个 playlist 咧就自动由电脑点咗落手机啊嘛。你仲话喺手机上 move 主页度揿个九字就可以听添。啊！我发誓我冇讲大话。嗱，我发誓啊。喂！你做咩啊？你讲咩大话啫？我发梦啫嘛。我都发过你呢个梦啊！我教你用脑点入歌啊。吓？我真系冇讲大话噶。咁你个梦最后系点噶？你话我唔记得你个名字，所以你唔肯俾翻部手机我咯。我都系啊！我瞓醒喺度谂，我唔可以唔俾翻部手机你噶，所以我咪出咗部新机嚟玩咯。又会咁巧嘅。系咯，又会咁巧嘅。我真的没说大话的。我知道阿玲说过你份人好好，又不会乱洗钱，又不会乱吹水。哦，原来你打过电话给阿玲。那天光晒了。我觉得阿玲呃我咯，有人说看到日出，结果都是看不到。岂有此理，我给个日出你看。你怎么给个日出我看啊？你过来啊。做什么啊？你想推我下去啊？你过嚟啦，我俾我嘅日出你睇。喂，师傅啊，啊系啊，唔该晒。你数三声啊。做咩啊？数啦。一、二、三。并没大志愿，我只要相恋，要爱到很远。不再忧怨。我数完三声之后，我见到整个商场的灯熄晒。我正想问 Alex 搞咩嘅时候，商场中间整个心形嘅情人节装置突然间着咗。我未睇过一个咁靓嘅日出噶。令你开心，不顾什么。明白爱你不可出错。Alex 笑住咁同我讲话冇呃我。仲话呢个日出虽然唔系专登为我而做，但希望可以同我一起分享。为你伤心不算什么，曾预算过牺牲更多。我知道今日出面天气好冻，不过我个心就好暖。虽然我哋两个好似乜嘢都冇发生过，我都唔知道跟住会唔会有乜嘢发生。我永远都会记得在2007年的情人节前，每次按手机上面的九字，
就见到有人送咗好多首歌俾我听，而且仲有一个佢亲手做出嚟嘅日出俾我添。如令你有一点不妥，诚恳去认错，会叫我更加好过。Move 网剧《爱情请按九字》，邓丽欣饰演雅欣，方力申饰演 Alex， 编剧龙文康。你所揀的结局经已播放完毕，拜拜。如若计较得失因果。